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商议汽车的小张。今天呢，来到了我们的泰山。那如果说你有在找一台 CP 值很高的休旅车款，那我非常适合推荐这一款2014年的 CRV。那目前它是 2.4， 然后 BDIS 版是最顶级的二轮传动的版本。那我们目前呢是售价上是568,000，那目前车速呢是8万多公里。大的，那也非常适合我们的一般的家庭。那如果说呢，像这款的版本，他们都有所谓设置一些六四分离的这个呢，就是从后面呢有一个拉柄，那我们可以把椅子直接的六四分离的这样空间，再让你的后座的一个乘坐，乘载空间呢也是非常正式、非常大。OK， 那来到了我们的室内空间的部分。那目前呢，我们的里程数呢是87,000多公里的一个里程数。那来到了我们的方向盘的部分，那像这边呢都有所谓的一个定速巡航的功能。那来到我们后面这边，他们都有所谓的 F1 的一个换挡快扣的部分。那这也是 2.4 顶级版的才有。那来到了下面这个功能呢，是我们的里程电脑的一个功能哦。那我们方向盘的左手边呢，是我们的所谓的音响快播，也是我们大家最常用的一个快捷键。那来到了我们的最左手边的部分，那像这台车都有搭载所谓的 ECO 的一个节能系统模式。那下面呢是我们的一个循迹防滑的功能，还有一个驻车雷达的一个按键。那像这台中控台呢，它这个语音都是原厂的语音，那一样它有搭载所谓的原厂导航的一个系统。那还有说所谓的一些蓝牙连接，这些都可以做使用。那像来到下面呢，它的恒温设备呢是属于双区恒温的一个恒温空调，前车主呢都有搭载所谓的原厂抬头导航的一个功能系统。那来到了我们的上面呢，那这台车呢前车主都在原厂做一个保养记录，所以在原厂的一个保养的部分呢，其实大家都会知道，也都非常的清楚哦。内部空间的部分，那呢，我们在看一台车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从一些地方呢看得出这台车是否是原版旧的车子。那我们从呢引擎盖的上方，我们很多引擎盖上部都有贴纸的制造厂出来的，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台车呢是2014年出厂的，那是2015形式的。那还有说呢，我们的引擎盖呢，然后上面的螺丝的部分，是否呢是有被拆解过的痕迹？还有说，这边都看得出来它的。螺丝呢是否被做过拆解？那还有说呢，我们的水箱支架的部分呢，螺丝呢都是不能有被做过拆解。那我们呢在买一台车呢，我们都有经过呢第三方的认证，那也是我们的律师认证，可以出来呢，也可以保证说在车呢是没有事故呢、耗损呢、引擎变噪，还有说呢没有表扁的车款。那我们这个地方呢，都是我们可以让。消费者呢更加保障，还有说更加信任的地方哦。好，那今天如果说大家喜欢我跟大家介绍这台2014年的 CRV 2.4 BDIS 的版本，那它一样有很多套件，那目前的车是8万多公里的售价是15,000。那如果呢喜欢我的话，实在就是 SUM。